哎，社长，有人盗用你的照片。什么？本社长来了。脸过敏了，我只能戴着口罩来见大家了。哇，小美，你声音这么好听，人也和照片一样好看。就是，你是真过敏还是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你谁啊？你瞎说什么啊？拿别人照片出来炫耀，你是什么垃圾袋？这么能装？信不信我让社长付？喂，不好意思哦，我就是社长。你，哦呦，你的新针是和你的妆容一样脏。这款氨基酸泥深层清洁效果非常好，强效控油，改善油光肌，氨基酸成分保湿加倍，清洁力强但不刺激，劝你做一个清洁乖巧、诚实善良的好社员，不然在汉服圈封杀你。我的照片好用吗？孔子呀，可见世界已布满带霜。哇哦！喂，什么？本社长来了。小心，快让开，快让开！啊，好痛！谁在说话？谁在说话？你是谁？你又是谁啊？能听到我说话？难道我们的器官感知是共通的？就像两个灵魂住在一个身体里？搞什么？那我洗澡岂不是你也能看见？你有什么好看的？那你快把眼睛闭上啊！是你把眼睛闭上才有用啊！啊，不洗了，不洗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被人陷害了，汉服比赛都输了。嗨，别难过了，搞得我心情也不好了。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要不这样吧，我去找你，也许见了面就能解开呢。说的也是，那我们在青木见吧。月很尖，笑容更是个你的脸。喂，社长，有个面试的女生。什么？本社长来了。走路不长眼啊，丑八怪。对不起。汉服社就只有你这种丑八怪才会去吧。汉服是真的 low， 跟我们洛丽塔可没法比。你不能这么说汉服。好啊，看你这想怎么去面试。住手！你是什么品种，怎么那么凶？你敢骂我？汉服社长可是我闺蜜，她别想入社。做人不能这样，缺了狗粮才想起我。闺蜜，我认识你吗？你就是汉服社社长，以后你就是汉服社的一员了。有种和我 PK， 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来就来。晚来听吹奏，只一听秋水问蜉蝣，既玄冥不可量北斗，却和心相思最温柔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喂，我知道了。小雅，穿这件汉服去比赛吧，肯定能赢。嗯。啊！我比赛的衣服怎么都弄脏了？先换件别的吧，时间还来得及。啊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会是被诅咒了吧？我知道了，跟我来。是你干的吧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我亲眼看到你一个人鬼鬼祟祟的去化妆间。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凭什么污蔑我？这就是证据。这款超能内衣洗衣液抑菌长达18小时，含 APG 植物洁净科技，深层瓦解污渍，不仅洗内衣好用，洗汉服也不在话下，多重花香，自然清新。你赶紧把汉服上的污渍去除，去比赛吧。原来你才是我们汉服社最大的细菌，让我用这款抑菌率达 99.9% 的超能洗手液制裁你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对我指手画脚？我就是社长，你被取消比赛资格了。而我在等你。爸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是我明天要演出的衣服。爸，够了够了。社长，叔叔他怎么了？我爸得了阿兹海默症，时好时坏的。那明天的演出只能排其他舞了。小心，今天的演出你爸妈会来吗？爸，你怎么来啦？来看我演出的吗？我明明放在这儿的嘛。爸，我马上就要演出了，你可别给我添乱了。马上就找到了。爸，你快回去吧。终于找到了。
时间都去哪儿？你总羡慕别的小朋友都有香包，我昨天是早了不给你做的，拿去吧，放学以后爸来接你。生儿养女一辈子，满脑子都是孩子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杯。你这个笨狗，又脏又臭，吃的还多，呸！你在干嘛？多管闲事。好可爱，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太可爱了吧！我叫新九儿，以后你就叫新八吧，握手。你太可爱了。小新，下周社团活动我们去聚餐吧。好，算了，我没钱了，下次吧。好吧，都被你吃穷了。有了，浪花十年，红尘三四水，三尺红台，万事如歌吹。这不是我的狗吗？你这个偷狗贼，大家快来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人偷狗了。哇，真是人面兽心。那你敢不敢让辛巴来做选择？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有本事把辛巴放了，他绝对跟我走。好，如果辛巴选择我，你永远消失在辛巴眼前。没有狗能拒绝这种诱惑。辛巴，我们在世上有多，不独自飘落，赶走了寂寞，转身你在原地等我。喂，车长，你有个面试，我马上过去。这该死的下雨天，就你不会也是来面试演员的吧？对啊，长得也太敷衍了。下一个黄美丽老师好，你有什么特长？我腿特长。来几个专业姿势给我看看。好的老师。 I miss you. 下一个星九老师好。他有什么资格来面试？我素颜都比他好看100倍。真羡慕你啊，都脱妆了，脸皮还是那么厚。不可能，你都没脱妆，我怎么可能？因为我用的是悦肤缇小灯管粉底，三重抗氧化配方，还持妆防水，碰到下雨天也没有脱妆的尴尬。很想送给需要的人，你还是算了吧。你这里面试的可是古装剧演员，就你这穷酸样，买得起汉服吗？天下风景千万般，日的际遇一眼，桃花心自然，心都水和寒，不必再奢情求远就难。就你来，哼。喂，是的，你聚餐要迟到了。我来了。好饱哦，小新，你算下多少钱？一共260。AA 的话，每人85。为什么要 AA 啊？我点的都是素菜，最多20块。肉明明全是你吃光的。我是怕你们吃不完浪费粮食，不感谢我就算了。算了算了，这顿我请大家吧。哎呀，小新你太好了，那我去喝一下你的酸奶消化一下。哇，小新，他一直这么喜欢占别人便宜吗？都是朋友，别计较了。阿妈，你真的很厉害耶，那高手啊！对啊对啊，报复省了一大笔钱耶，小意思啦。那你们把刚刚给你们省下来的钱都转给我一转，共600，是支付宝还是微信？怎么会有这种人？你是认真的吗，阿妈？亲兄弟还明算账吗？何况我们室友啊。好，跟我们算账是吧？你刚刚一共帮我们省了486，转给你了。那之前的打车费、聚餐费、还有酸奶费，以及你占我们的各种小便宜，一共是1247。你是微信呢，还是支付宝呢？哦，对了，这是我想送你的汉服，很想给你做生日礼物的，现在没必要了。为什么？我再次有穿不下。因为你不配。Sugar free sugar。只剩你不在，寻觅你我的容颜。